年56岁的冯晓文90年代出道，因为生得靓女备受无线力捧，她参演《鹿鼎记》时获封最美苏全，亦都为郭富城和张学友担任过 MV 女主角。可惜后来她星途走下坡，在2004年她离开 TVB 转了回内地发展，近年她已经淡出幕前，只可以在姊妹的聚会才可以见到她的身影。不过日前她出街就被网友在烧味铺出面偶遇，可以见到她一身全黑打扮出街，然而她低调的打扮就迎来了网友的称赞，表示大陆的艺人出来没几个保镖是不行。